3月9日，一场以女性为主题的名家书画展在江苏省会南京某购物广场公益展出。与众不同的是，推出的书画作品多半用模特充当道具，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驻足欣赏。当天下午3点钟，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这场名为《绝代风华》的书画展囊括了江苏省多位书画名家的作品，其中孙晓云、庄道静、徐燕等女性书画家为其代表。值得一提的是，以四季平安为创作主题的作品较为独特，请来了美女到场助阵。平时看的一般都是比较固定的一个形式做展览的，这样子赋予一个生命体在上面，有一些动感的，还有一个这个展品丝巾帽展示的效果，我觉得这种形式对我们来说还是有一些吸引力的。有市民坦言，这种展示更像是一种行为艺术，觉得既好奇又新颖。用模特当道具披在身上，然后就感觉很新颖，给人感觉就是真实一点，现代一种时尚，跟我们个人的生活可能更贴近。据此次活动主办方大贺艺术空间的工作人员介绍，通过这种书画作品公益展出，让更多的市民感知文化魅力，倡导都市人群追寻文化健康工作。